此路不通。越紧会沉，这座桥由我坐镇。越紧会沉，这座桥由我坐镇。生命、成长、快乐与朋友。这就叫废物利用。这就叫废物利用。这座桥由我坐镇。清晰的预兆。我会想你的。揭秘情报，海底就是最棒的宝藏。来看看这里有什么。
皇上要玩一把吗？给我，这是我的奖品。月锦会指引我。此路不通。魔法，我当然有听过。人有听过，这就叫废物利用。我会想你的。
就叫废物利用。快想啊，葛夫，想快一点。此路不通。Thank you.
月景被指引网。海底就是最大的宝藏。我赢不了他们。加入战斗，迎向荣耀。前来报道，海底就是最棒的宝藏。这就叫废物利用。为了联盟和我的家人，全都补好了。Oh my god!
你。是不是受不起啊？月锦被指引我。前来报道。胜利属于你了。此路不通。羊羊来这里。这座桥由我坐镇。活着。你是不是受不起啊？够本事。
你把豆咬啊吼！就是最棒的宝藏。你听见亚门纳尔的召唤了吗？这本你一定要读。赫尔拉克召集。完工了，快去图书馆找书。什么看守者用过别来，来吧，一起祈祷。展现骄傲，华丽自豪。
此路不通。为自己骄傲吧。就是最棒的宝藏。这就叫废物利用。全都补好了。月锦会指引我。月锦会指引我。
这就叫废物利用。我赢不了他们了。